我哋應該係越嚟越開心，越嚟越投入去參與呢個盛事。由第一年我哋出道好緊張，喺個後台度又唔知做啲乜，又唔知行去邊度，去到每一年每一年再參加，應該係越嚟越好玩，越嚟越見到好多唔同嘅我哋認識合作過嘅前輩朋友，然後會傾偈一齊去玩一個 party 咁樣咯。Lawman，肥仔193，係。心情啊，其實都即係話就話今年係新人姿態啦，但其實我哋都已經參即係都第三年啊嘛，咁所以又冇話因為今年係新人就特別話，唉好緊張，咁所以都係懷住一個好似去 party 嘅心態咯，去 enjoy 呢一個音樂盛事。嗯，我又冇乜緊張嘅。因為我點樣計都一定冇份㗎啦，所以就留翻啲 quota 俾你兄弟啦。咁我都係嗰句啦，我趁自己再後幾年咧多啲歌嘅時候咧，就直衝呢個男歌手。係啊，呢啲獎就你爭住先。好，我哋自己係爭揸得大啲嘅。好 ，OK。頭先193同肥仔都係咁講。即係跟個咩啊？即係淨係要作男歌手，唔要男新人。唔係，即係今年都係留翻俾其他人。前啲再衝擊其他。佢哋話想衝擊下女歌手。哦，佢哋你啲答案咁舊嘅 era， 我三年前答咗啦，我哋，唉，我要遠啲嘅方向噶，係啊，誒，花啲有個金句名言嘅，叫 call it a plan 啊，唔好 call it a dream 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要望遠啲咁先有可能嗰啲嘢。咁誒，琴晚咧好多粉絲咧，即係都留守喺度啦。嗯。首先同大家講辛苦曬，同埋下次記得要留意依個天氣報告，然之後做足準備咧，先嚟參加呢啲盛事。同埋下次如果太大風太大雨，就唔好留過夜啦。係啦，咁啊講下一日嘅早班車上嚟，咁啊大家都開心啲嘛，費事咁凍，有啲人仲要短短袖衫，真係搞唔掂啊！所以係啊，留心啲，下次睇好啲嘅天氣報告。嗯，哦，其實啱啱喺另一邊箱嘅接線生聽到 Tiger 講陳雷，哦，係啦，因為我哋早排一齊去咗睇演唱會，陳雷嘅演唱會，咁真係好好睇，非常之好睇。咁，嗯，啊，我自己都好想可以有機會同到陳雷合作嘅，咁就，嗯，我諗個個都想。其實我哋係唔介意，亦都好樂意同任何單位的藝人朋友前輩去合作的，因為我們都重新，每一次合作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。我自己又想試試跟其他可能跟其他不同的樂隊合作一下，嗯，因為最近都有幾次跟樂隊合作，發覺挺好玩的。 Rock and Roll 的頭是不斷揈，香港管弦樂團你有咁偏啊 ？Sorry， 都可以試一下嘅，係啊，大家有啲咩樂隊又有興趣啊，過嚟投下稿一起玩一下咁啦。咁即係阿張圖啊，或者係阿張啊，或者嗰啲，即係阿阿老闆有冇啲咩信心或者點樣？你有冇信心啊？其實俾自己個人 solo 獎，我真心希望我哋嘅團體有獎嘅，嗯，因為我覺得十二個人嘅力量其實真係大過我哋一個人嘅力量，所以真心希望團體係攞獎嘅。咁自己個人嘅話，其實無論自己能力或者實力、作品方面，都自己覺得有進步空間，所以就未諗住。嗯。出去邊啊？哦，我覺得獎項是其次的，因為做作品，即係我哋做音樂作品，都是著重 present 到我哋自己心裏面想講的嘢咯。所以攞唔攞到獎唔係好介意咯，係啊。咁樣話睇好邊個？即係如果男歌手有冇睇好其他邊個會攞獎啊？有冇心水？心水啊？一九三啊，不過又咁講喎，但如果大家真係支持你自己最喜愛嘅歌手咧，就一定要去投票，投票就唔好吝惜你自己手中個好重要嘅一票，係啦，邊個最喜愛咧，就喺你手上面啦，記住啊！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